山西美食走进纽约活动30日在曼哈顿华阳酒楼拉开序幕。来自山西的面点大师现场演示刀削面等绝活，让顾客大开眼界，大饱口福。山西美食是中国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味道独特，渗透着浓郁的地域风情和特色。尤其被传为佳话的是，世界面食在中国，中国面食在山西。山西面食种类丰富，花样繁多，达到了一面百样，一面百味的境界。活动时间为4月30日至5月8日。